这个 AI 剧情号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，太疯狂了，简直让人不敢相信。他在2024年1月20号才注册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涨粉几十万，他仅仅只发了17个视频。那么这个账号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最初呢他只是分享一些猫咪卖萌视频啊，那么平均的播放量呢也有几万，但自从分享了这个 AI 猫咪视频之后呢，播放量直接飙升到1000万。还有这个号都是用了同样的方法，那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呢。而且最近呢，有人也迅速的把这样一种方法用到了抖音和小红书视频号上面，那么都获得了一个上万的点赞，上百万的一个播放量，非常快速的起号变现，并且推出了一个399-699的一个课程。那这样的视频呢，大家看到了，制作起来其实非常的简单。我们点击这样一个爆款进来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几张图片进行切换，就是一个爆款视频。而这样的 AI 猫咪剧情号呢，制作起来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花几分钟就能制作一个类似的视频。今天呢，小月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操，教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如何用 AI 快速的复制这样一个猫咪剧情号。看到这里呢，不管我们的新老朋友还没有订阅小月频道的呢，记得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，方便你要制作的时候啊，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视频。看完这个视频后呢，你也可以打造出这样一个百万猫咪账号，在 YouTube 上面或者在 Twitter 上面啊 ，IG 上面或者小红书上面疯狂的去抢夺流量，让所有的人呢都能在2024年呢用 AI 来变现。那首先呢，这样的一个账号呢，它能够火的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那就是一个猫咪拟人化啊，在这里呢，猫咪呢穿上了衣服，猫咪戴上了手铐，猫咪呢像人类一样在工作。那么这里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已经有好几个视频过千万的播放。那最典型的可以看到，第一个猫咪生孩子，第二个猫咪在医院，还有这里呢有一个猫咪偷鱼，猫咪去麦当劳等等，这些呢基本上呢都是人类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情节，非常容易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。它只是呢把这个主角换成了一个猫咪，制作出来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差感。而且这个猫咪的形象大家可以看到，每一个都是毛茸茸的，肥胖胖的。而视频的一个结构呢就更加的简单，那么就是几个分镜图加上一个音乐，就这样拼凑在一起的一个视频，就能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。所以这里大家可能知道了为什么这个视频会火，最核心的两个点啊，第一是有故事，第二是有分镜图。了解了这样的思路过后呢，那我们就直接实操。那这里呢，制作这样一个视频呢，需要用到两个 AI 工具，都是我们的老朋友，一个呢是 ChatGPT 啊，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Midjourney。 那么 GPT 呢，它是负责一个脚本生成，而 Midjourney 呢是负责一个图片生成，这两个工具是缺一不可。那这里呢，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的朋友呢，我这下面描述栏呢会放一个链接啊，它是一个成品号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这里呢，我们直接给 GPT 一个提示词，帮我写一个穿着碎花裙的黄色肥胖猫咪去菜市场偷鱼的故事。剧情包含在超市张望偷鱼，冲出超市被警车追捕啊，被铐上手铐，入狱流下眼泪，并生成一个分镜描述，超级逼真的一个风格。猫咪动作和表情呢要拟人化，要夸张，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。那在这里呢，他就帮我生成了一共是6个场景，这下面呢就是一个英文版本啊。众所周知呢，米吉尔尼绘图呢必须要用英文描述啊，我们这里直接复制粘贴就 OK 啊。来到米吉尔尼，我们点击一个斜杠，这里一个 image 啊，把我们的描述词放在后面，再设置一个参数，这里先空格一下杠杠 AR， 这里要输入一个9:16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啊，给长宽比是可以修改的。这里再输入一个杠杠 V 啊，这里我用的是一个 V6 版本，然后点击 Enter 键送出。根据这样的方法呢，我们依次送入我们的一些提示词，把每一个分镜图呢直接生成出来。这里为什么小鱼儿会推荐 Midjourney 啊？ Midjourney 一直以来的也是在绘图里面呢使用的人
最多的一个 APP 啊，它用起来非常的顺手，几乎呢不需要修改啊，一次就能成功。它的 V6 版本呢是一个高清的一个画面，几乎是一个提示词就能帮我们完成，不需要任何的一个修改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依次已经绘出了这些图片，在这里呢，大家如果说想要你的图片一致啊，保持一个人物的一致，图片的一致化，那这里呢小鱼儿会留一个链接啊，在上面的描述栏，大家可以看如何以图生图。那包括下面的描述栏我也会放出链接呢，如何去使用 Midjourney 绘图啊，有新手教程，大家可以不懂的朋友呢可以去学习一下。可以看啊，这个图非常的逼真，肥胖的猫咪可以看一下啊，非常的形象。如果你还没有一个 Midjourney 的账号的朋友呢，我下面也会放一个便宜合租的一个链接啊。 Midjourney 的一个收费呢，大家都知道官网的一个价格呢是30美刀一个月啊，合人民币呢就是200多，非常的贵啊，我们新手朋友可能有些负担不起。那么这个合租链接呢，我会放在下面描述栏，大家可以找到我的视频，点进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个 Midjourney 便宜合租，点进来那我们就会来到这个页面啊。大家可以看呢，这里是 Midjourney GPT 啊，这些工具呢这些都有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。我们点进来看一下，这里有年付的，有月付的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。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任何的问题呢，大家都可以去联系下单的客服。那回到我们 Midjourney 的一个页面啊，我的图已经全部生成好了，非常的形象，一个肥胖的猫咪真的是很可爱。那我们依次把这些图片全部保存下来，我们点 V1，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啊，该交付失败啊，没有关系啊，这是正常的一个情况，我们可以再重新多点几次。 OK， 点几次就全部出来了啊。 V 呢是放大，放大每一张图片，我们逐个保存，把它存到你的电脑里面。那在这里大家可能会想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用猫咪呢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，我们可以举一反三，我们可以用小狗或者其他的一些可爱的动物来生成这样一个页面，或者说我们可以更换剧情，比如说猫咪去上班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写，帮我写一个猫咪在工厂上班的故事，剧情包含起床刷牙、出门吃包子、挤地铁、吃饭、下班等等啊，生成一个提示。那这里呢就有了一个另外的剧情。那同样我们把图绘好，可以做出另外一个账号出来。那我这里很随意的就生成出来啊，猫咪刷牙，猫咪穿着西装上班。我们这里只要有 GPT 呢，你可以生成各种不同的一个剧情来进行一个绘图。那么这些呢，把生活中的人呢换成了一个猫咪，可以引起我们的一个共鸣。如果说你要想跟对标的账号一样生成出这样一个大肥猫出来，当然也可以。我们直接把这个图片截下来，图生图，我们点斜杠，点 Describe， 它就是以图生图。我们点这个按钮，上传一张图片，把刚才的这个图片点击进来，点一个 Enter 键，记得一定要点两下。那我们就得到了四个描述词，我们可以依次点，它会帮我们生成出类似的图片出来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的大肥猫出来了，大肥猫，看一下大肥猫啊，你想要哪一张呢你就点哪一张，去获取它的一个 set 值啊。那么这里 set 值具体是怎么样获取的呢，我也会把链接啊，一个视频链接放在下方啊，大家不会的可以去看一下。看这个猫非常的不错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，肥胖可爱的一种感觉。所以呢制作这样的视频不难啊，大家举一反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下一步了，我们点击这个热门视频，然后复制上面的链接，找到视频下载工具，粘贴链接，点击下载。 OK， 已经下载下来了。这时候打开我们的剪映，这里我用的是电脑，所以大家手机上或者电脑上都可以下载剪映。我们点击开始创作，导入我们刚才下载的一个视频，把它拖进来。这里呢我们需要用到它的一个 BGM， 它的一个音乐。我们把视频拖到主轨道，点击右键分离音频，那这里的音频分离出来了啊，这个视频我们可以删除了，点击这上面一个删除。那这里呢我们一定要要选中，然后再点删除。这个时候就拖入我们刚才保存的图片，点导入，这里按顺序把它导入进来。我们把顺序摆放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太长了，我们的音频太短了，那证明我们的每一个时长要缩短。一个爆款视频呢，要做爆款视频有一个要求，就不能让
观众审美疲劳，不能在一个画面停留太久，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快速的跳转画面，每一个最好是在三秒左右。选中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点这个按钮把它拖拽过来， OK 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对标账号，那细心的朋友能看到啊，他用了一个转场，用了一个放大的一个转场，让这个图片连接度更好。这里我们也用一下，点击左上角，这里面有很多转场，我们可以添加进来。这个叠化呢，是看起来让图片之间连接最自然的，我们点它，依次给它加进来。OK 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不错呢？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的一个导出，视频导出，那发到你想要发到的一个频道就 OK 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小鱼儿也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们，YouTuber 呢版权是查得很严的，其他平台呢，比如说像抖音这些呢，这个版权它没有那么严格，音乐版权。那建议呢各位呢可以使用一些 AI 软件生成一些音乐啊，没有版权的音乐。这里呢大家可以用这样一款 APP Wubert， 它是啊专门生成一个 BGM 的，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音效效果都有，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。那么这里呢我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在下面描述了，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点击。那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想，我想要批量生产这样的视频该怎么办呢？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。那它这样的视频制作呢也是一个模板的，我们点开剪映，把这个先给它关掉，我们重新打开。那在这里大家就能看到剪映，我们刚才导出的一个视频它还在我们草稿箱里面。我们点进来之后呢，音乐不变，我们直接把上面的全部删除，重新添加你想要添加的一个图片就 OK 了。那么每次音乐不变，只需要更换图片就 OK 了，这样制作起来是不是方便了很多呢？那看到这里呢，我们的这个视频呢已经就给大家全部制作完成了。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这里视频用到的所有一个链接呢，我都会放在下面描述栏，大家可以去描述栏里面找。喜欢小鱼儿的记得一定要订阅点赞分享本频道。那么小鱼儿呢每期都会教大家如何制作视频，如何使用一个 AI 工具啊，我们一起2024年用 AI 来变现。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学习小鱼儿的往期的一些视频。那我们下期视频继续给大家分享。